曾志伟女儿50岁生日，强打折机票到日本旅游，皮肤仍紧致似少女。近日，知名女星曾宝仪更新动态，她留言透露50岁农历生日这一天，她与堂弟堂妹在国外旅游中度过。曾宝仪表示，去年底她与堂弟堂妹抢到了3张很便宜的打折机票，选的时间正好临近她的生日，堂弟便决定给她来个难忘的旅程。发文的同时，曾宝仪还分享了一系列游玩的照片。曝光的照片中，她穿着宽松的衣服出镜，打扮比较朴素。尽管已经年过半百，但她的皮肤仍白皙紧致有光泽，身材完全没有发福，冻龄有数，状态大好，说她似少女也不为过。每一张照片，她的脸上都挂满笑容，看得出来她真的很享受此次旅程。